小主的手艺自是不必说的，修出来的帕子哪条不是让皇上爱不释手的呢？你呀，小嘴又甜了，看你以后嫁的人还能不能那么会说。哎呀，小主说什么呢，人家还小呢，还不嫁人呢。孩子，求你拿花推呀，表家赶紧嫁吧，可别像我似的一入侯门深似海。深似海呀，深似海。对了，小主，华妃娘娘不是说要来找你唠嗑吗？怎么现在还没来呀？她是又看谁不顺眼，在那发飙了吗？去把皇上赐给我的 iPhone 10拿来，打个电话问一下。是。喂，您拨打的电话太装逼，欠费已停机。来，这华妃平时娇嫩跋扈也就算了，现在连大清联动也不放在眼里，让人给停机了吧。安贵人到。美女来了。哟，宁柔参见姐姐。妹妹快快请起。姐姐是越发的漂亮了。妹妹过奖了，请坐。妹妹可真真好福气呀，上哪都吃的苹果。姐姐这是说笑了，妹妹这是命苦。妹妹何故如此心丧呀？那日看到姐姐用苹果十袋，我也管皇上要，结果皇上给了我十袋苹果，还让我吃完。我现在看到苹果就想吐，圣女难为呀！哎，真是为难妹妹了。是呗，还好没要100，别吃吐我了。要不然说，做女人难，做皇上的女人更难呢。哎。华妃娘娘驾到。哟，华妃娘娘来了。妹妹平日素不愿与她来往，妹妹先行告退了。好的，那把苹果拿走。恭送啊，小姐。给华妃娘娘请安，娘娘万福金安。没有人给你鼓掌，你就不能请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几日不见妹妹，妹妹这手艺又好了，这是绣给皇上吗？什么都瞒不过姐姐，这帕子正是送于皇上的，来表达我的爱。哎，皇上爱你吗？皇上爱的是本宫，本宫倒想让你瞧瞧什么是皇上的爱。呀，姐姐这头饰可真漂亮呀。妹妹若是喜欢，那我便摘下来给你。哎呦，我差点忘了，妹妹还是嫔位，不能戴我们妃位的米奇新款。姐姐这是说的哪话呀，凭姐姐这身材这样貌，皇上才给装的灯。装不装灯的，我也不是为了自己，毕竟咱要协领六宫，不能像某些人一样穿得那么寒酸。
可这话又说回来，我又何尝不是为了自己的？你看这台下坐着的，都是皇上今年的新宠啊。今年这么多新宠，皇上的身板儿可真厉害呀、啊。是啊，皇上身体怎么样？咱俩都知道。去，把台下美女的名单都给我记下，本宫要好好调教一下，顺便把本宫的欢迎香点上。哟，这欢迎香可是皇上御赐给姐姐的呢，姐姐可真真好福气呀。就因为我用这个香，多少人说我奢侈，可后宫的人都知道，妹妹才是勤俭持家的好女人。妹妹不仅用东西节俭，就连身边这佣人啊，长得都节能减排。姐姐过奖了，浣碧是我的贴身陪将，日夜兼用型，白天是侍卫，晚上是宫女儿。正所谓，浣碧会武术，谁也挡不住。好厉害！娘娘，这是台下美女的名单。美女，夏辉，王红军，于剑，刘传文。哎呦，这名字都不错嘛，本宫通通有赏。咱们娘娘赏什么呢？伊瑞斯纸尿裤。参见娘娘。伊瑞斯纸尿裤。这娘姐姐可真正的大方呀，伊瑞斯纸尿裤说赏就赏了。要不给你也来一套？不必了，臣妾自备的呢。圣旨到。华妃婉嫔接旨。臣妾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春节将至，为迎贺新年，也为提高后宫妃嫔以及格格和阿哥们的文艺造纸和艺术细菌，找华妃和婉嫔负责举办后宫春节联欢晚会，务必保证厨师业 准时举办。亲子两位娘娘接旨吧。臣妾接旨。皇上还说了，有两位娘娘各自选出两位代表进行 PK，谁赢了，谁这次就能当这次春节晚会的总导演。另外，皇上还说了，今儿谁赢了，就翻谁的绿头牌子，给皇上侍寝。两位娘娘，看谁先开始啊？那妹妹你看呢？既然这样，那妹妹就抛砖引玉了。浣碧呀，去请玲珑妹妹上来，救个场。哟，浣碧这妆画得真真的好啊。妹妹参见两位姐姐，请请。妹妹献丑了，啊。Music。颜色是。这白雪光显得特别亮，对白痴很简单，像是轻轻装扮，显得就是不堪。你不必太紧张，也许是有点难，也许完美的我反而是假象，我只是不想看，也许我。
恋人就是矫情，唱的太三俗了，没品味。宋之，快去请我表妹玉兰来。是。有请玉兰姑娘。潘念表姐 ，music 起。小主的一点小意思，望公公笑纳。兰兰唱的是极好的。那是当然，苏公公你怎么看呢？回娘娘，奴才认为安小主唱的好些，所以这次婉嫔娘娘上。婉嫔娘娘，准备准备侍寝吧。谢苏公公。那姐姐你看真是对不住了，臣妾要去沐浴更衣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，看你那鱼尾纹都长到耳朵丫子了。告退。小贱人。这个婉嫔上了皇上的宠幸，就当为娘娘平起平坐，真是不知好歹。皇上宠她，我自然是不高兴，不过有一件事还挺值得高兴的，他毕竟还是喝下了那杯有巴豆的茶，让他爽去吧。忘了告诉姐姐，有巴豆的杯子被我换掉了，你喝的才是有巴豆的呢。就知道妹妹谨慎，所以我事先把有巴豆的杯子放到了我这边，拉稀的还是你。你拉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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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全家都拉稀。宋之，告诉这个小贱人，究竟哪个杯子里边其实有巴豆子？是，既然两位这么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们吧。这两杯呀，我都下了药。那是皇后派来的卧底。猜对了。什么？你竟然给皇后拉老便，太卖命！哟，两位还是留着力气到茅房使吧。我呀，要到皇后娘娘那儿领赏去了。带着你，皇上驾到！皇上来了，有救了。皇上。天寒露重，小心冷挺哟。没事儿，皇上跟臣妾回宫吧。臣妾今日新研制一种香料，想必皇上定会喜欢。不必了，你去回宫把朕赐给你的十块苹果吃完先，再回来见我好吗？皇上，女儿乖，还是皇上快去。后宫三千真不少，可惜质量不太好，整天勾心又斗角，朕的烦恼谁知晓？谁知晓啊？谁知晓？皇上，嬛嬛，皇上，嬛嬛，你这怎么了？皇上，你有手指吗？这真没有。皇上，皇妃那毒妇在我的巴豆，在我的杯子里下了巴豆，臣妾今晚不能服侍你了。哎呦，我的心肝小宝贝儿啊，可把朕心疼坏了。朕给你做主，谢皇上。华仙人还不给朕跪下？皇上，你怎么能怪罪臣妾呢？
毒是皇后派人下的，而且臣妾也 hold 不住了。皇上，你有手指吗？没有手指，一日丝湿巾也行啊。什么纸都没有，油也不给你这个贱人。你以为你说的话朕还能相信吗？不要以为你和你哥哥后宫官场相互勾结，通敌卖国，还想谋取朕的钓鱼岛，朕能不知道吗？朕现在就下令废了你的妃位，把你打入冷宫，入冷宫，冷宫宫。皇上，臣妾还得给你孕育龙种呢。就凭你想都别想，知道皇上为什么给你换衣箱吗？为什么呢？里面含有大量的麝香，凡乐有人都知道，凡芳香之物必有滑胎、堕胎、不孕、不育之功效。现在的你就是一块盐碱地，种啥啥不长，你都浪费皇上雨露了。皇上不让我生，就是让我死，就算死我也要华丽的死去。女人心不狠，一定站不稳。皇上，今晚我们上哪玩去？今天晚上啊，嬛嬛，你知道乐友公司吗？乐友公司，臣妾自然知道，它可是咱大清国最大的运营统领售企业，今年可是进贡了不少商品呢。咱宫里的阿哥格格从小都用了乐友的商品，安全保险，臣妾怎么会不知道？你知道太多了。听说他们今天晚上有年会，有很多好看的节目，其中有一个是以咱们的生活为题材的小品，叫《后宫甄嬛传》，朕特别看好他们，你陪朕去看看，如果他们能拿第一的话，明年朕就把乐德税全免了。好，那可不少钱呢，皇上。都是小 case。嬛儿，咱们走啊。哎，等一下，皇上，更新布了。啊，龙得起来了。要赢了。新春交际之际，朕决定后宫三千，仅代表新民俱乐部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，马有春，呈现走。